锵锵三人行，哎，这个乐天儿哈，现在看来天儿很不乐观啊。这个很多网友都底下，我觉得现在这种那个什么的打鸡血的方式哈，是一个挺不好的、挺危险的一个刺激。就是现在这个观众啊，动不动把咱们当成那个要上疆场的义士，你知道吗？在微博底下动不留言，一般都是这种语气的，都是说萨德敢不敢谈？萨德敢不敢谈？然后又是谁谁谁报出个名字敢不敢谈？我整天底下看见的都是这种鸡血贴。崔永元敢不敢谈？叫转基因敢不敢谈是吧？好，敢谈，就谈谈这个萨德，对吧？咱们国家态度是什么？反啊，抵制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啊。然后不是最近最新的是那个标语吗？都骂娘了吗？就跟过去反日啊反什么都不太一样，最近的标语是特别的简洁吗？不知道怎么。我香港媒体的叫问候先人方式。对，香港人对这事儿最熟。对，徐老师，我给你展示一下这个群众运动波澜壮阔的一个画面啊。这孩子们已经开始这个喊口号，要这个抵制乐天，你可以看看这段视频。我们少买乐天的零食，也就是用自己的行动支持。看，孩子们都少买乐天零食了。乐天的在各地的这个超市，有的就是关门啊。当然理由是多种多样的啊。你再看下边，这个你看韩国商品已下架。你再看下边，这个。这就是你说的问候先人了，对吧？对，韩国人也是很重视祖宗的，所以相信这个是会能打击到他们的。你也不写个韩语的人也看不懂。不是说什么端午节啊，李白都是他们祖宗嘛。然后你再看下边，嗯，哎，乐天支持萨德，马上滚出中国。这是你看乐天马特啊，这个在下面。哎，好，这也挺逗的。我发现这民间呢，就说俄罗斯电视台说了，说您要说这萨德多么狠，让对咱们威胁多大，是吧？说是俄罗斯现在在远东部署的这个雷达哈，能够监控全部的中国，包括南部的中国南部啊。然后就说俄罗斯电视台，我不知道是不是吹牛啊，说俄罗斯电视台报，就说他们这个雷达，中国境内哈，飞起一只苍蝇都探测得到。所以这个萨德的事情其实不是萨德的问题，是萨德的解释权的问题。就怎么说呢，你看啊，你要看英文媒体的报道和中文媒体报道对这个萨德为什么中国那么反的原因啊，技术解释是就完全不一样。中文报道你看是监控我们啦，又能够什么就是拦截我们的这个导弹，使我们的核能力会丧失了。英文报道呢，我看他们是这样说的，萨德其实它是防这个中程和近程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你中国打这个核弹，比如说咱们说中国要打美国，我要发一核弹，那是远程的，根本就是萨德是没有用的。还有呢，萨德它其实监控的范围，就是韩国人不是一直其实跟中国在解释嘛，它是600到1000公里，但是呢，它要是就说它要是打开那个防导弹的那么一个系统，它就是600到1000，看不到你中国的。但是呢，8个小时它就可以改装成1800到2000公里的，那就能看到你中国，就是东北整个这个就是这个范围。那么所以韩国人就保证说，我们不会就是一定是开着那个防导弹的，而不会改装成那个远程，因为它上面有一个雷达，叫做是那个 X brand， 就这个雷达是关键，它这个眼睛。那中国人就说你当我傻呀，你很快能改装成，那我怎么能信任你呢？那么但是俄罗斯这个呢，为什么我们又不反它呢？那中国俄罗斯之间有信任吗？他就相互现在来说，他有信任的话，他犯不着烦你。所以这个不是萨德的问题，是萨德的信任权和萨德的解释权的问题。哎，他讲的这个就背后是美国，就所以这几天网上不也是有人在说呢？说咱们这个是不是把美国产品也抵制一把，对不对？哎，有一个那个学者说了，我们叫一段时间只能恨一个。这个咱们一直是有斗争策略的。哎，这说的有意思。你不能一起启发，对，不能树敌太多，哎，而且呢，过一段时间先捏死一个再说。过一段时间有什么大会呢，咱也就这事儿也就会过了的。哎，这主要是表达中国人的伤心。我觉得中国呢，最近的25年呢，觉得跟韩国成了好朋友了，而且也觉得韩国在重大的事情上，比方说中日一有分歧啊，韩国站在中国这边。
对，而且中美的这个力量当中啊，韩国现在经济利益跟中国更大，所以呢，这个最近二十五年呢，就中日中韩之间像变成很蜜月了。看这件事情呢，使中国人看清楚了，归根结底还是韩战的格局。那你反过来能，中美如果一对抗哈，韩国就是站在美国这边的。这一点就是说，怎么来说哈，就是说中国人对朝鲜半岛的这个态度就非常矛盾的。韩国是我们的朋友，生活要跟韩国在一起，看戏韩剧啊什么什么东西买那么多。朝鲜还是咱们紧要关头战友呢？哎，紧要关头的生活是你跟北朝鲜没法谈的。中国人现在而且都贬低看不起他，你去北朝鲜觉得好像是看我们的过去等等等等。可是在国际战略格局上，今天突然发现朋友还是朋友，敌人还是敌人。可是你能不能反过来这样理解，就是说那韩国他为什么跟中国经济利益那么紧，他宁可都不要经济利益了，他要搞这个事情。对啊，他也害怕北朝鲜。对，他安全更重要。啊，他这个时候也没办法。你看那个乐天一开始好像2014年出这个新闻，乐天不愿意的，他知道我这一搞你中国肯定会去抵制我的嘛。他在中国24个省他都有超市有这个业务。那后来呢，当然一个原因他们说是因为他被韩国政府调查，他本来就是在那个李明博时代就有一些会什么，就是这个行贿啊之类的，那么跟现在就是朴槿惠啊这个什么崔顺实的事情也有关系。就在宣布用他那块地之前之后的一天停止了对他的这个调查，所以说他是跟政府之间，跟韩国政府之间他有交易。因为韩国政府你想想，我这个天天朝鲜那边这两天他又在发导弹，那我到底怎么办？这个你看啊，乐天集团对这个中国媒体和微博一些虚假信息表明立场，你看乐天还盖了个公章，就也发出来了。因为呢，就说首先是中国有一个什么微博，有一些自媒体还是什么的，就出来说呀，有韩国的环球新闻眼，实际上好像据说没有这个媒体，就是说采访乐天集团会长辛东斌啊，然后呢就说辛东斌发了一通话，就是说呀，这个记者问，就是中国人抵制乐天你怎么看？辛东斌面露笑容说，不用担心，这帮子不是，我是模拟他的语气啊，而且就是他们呢非常市侩，没有骨气，没有血性，我们降价他们就买，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最多抵制一段时间，就像刮阵风。说到这儿，辛东斌对着镜头哈哈一笑说，就像 Superstar K5，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里边的作秀啊，说装模作样，激情四射，等那一阵激动劲儿过了，就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我们只要打打折，他们就会像捡了大便，不是，他们就会像捡了大便这不是大便宜，他这个字儿，他的便在这儿，大便宜似的捡了大便，蜂拥而来。前几年抵制日本货、菲律宾的水果，结果那阵风过了之后，他们的销量猛增。你不了解中国人，他们都非常的市侩，我们真的不用担心什么，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对国家的责任感似乎很淡，不像我们。结果这下乐天集团中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正式发声明，就说完全是子虚乌有，韩国也没有，不是乐天的人说的，这恰恰很有可能是中国人说的，也激将法刺激中国的。因为这两天乐天的那个消费卡啊，这其实我看到的报道，这两天消费量那个销售量巨增的原因是因为很多卡他们就赶快去用掉它，他们呢一面在说我用掉了再也不续了，但是呢实际上担心这张卡作废，因为这里面钱是自己的呀，作废，所以拼命抢，所以拼命抢。但是要真砸车呢，砸的也不是自家的车，对吧？这个账他算得过来。但是呢现在就又出来，就是今天呢我觉得有的人这个谣言的特点就是唯恐天下不乱，然后呢喜欢勾连。比如说你看，我不知道真相如何，到最后反正是公安方面出来辟谣，说有两个砸韩国车的，说那俩是吸了毒之后怎么幻觉，搞得破坏。但是因为这个之前呢，一度被传出有地方有人砸这个韩国车。其实乐天这都是小事，说实在话，如果不是乐天，他韩国也有地方给他，他那个萨德又不是很巨大的东西，几辆卡车而已啊，一个炮兵连。他这个道歉里边也算就是公开讲了一下这个乐天，就是说你看啊，他主要就是说这个采访是捏造事实啊，荒诞不经，违背常理，虚假信息。但是他下一段话说了，由于韩国政治政策上决定，
乐天作为企业实际上没有选择，乐天对中国始终怀有深深的情谊，近年来根据中国政府的政策引导，在开发西部和振兴东北方面进行了巨额的投资，为一带一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在投资还未取得盈利的情况下，哦，主要是这个，我们还没赚钱呢，近几年公益投入就超过千万元。我们理解目前情况，但对这个虚假信息非常的忧虑啊，将会向有关机关申请管制和这个协助等等。他要不是给他换这块地，这个新东兵他就进去了，就已经对他们家都是搜查什么的啊。但就是因为给了一块地，就第二天宣布他就是这个停止调查。而且主要是这块地非常难找，因为你选哪儿，哪儿的老百姓就反对。你知道是为什么？这傻子才不知道呢，谁都不知道。你把这个反导弹的雷达装在这地方，那打起仗来，你就是首要的攻击目标啊！这个附近玉石俱焚呢。一个这个，一个不是，还有一个他们怕辐射，说是主要是怕辐射。他打过来，他摧毁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会先拦住你的嘛。那现在所以说这个他这个反导系统啊，说还保护不了韩国的首都首尔，所以呢，现在美国人说要再加个炮在上头，主要是。去保障首尔，首尔跟这个平壤才100多公里，它不用什么导弹，你随便发个大炮就过去了。哎，所以就是即便像徐老师说的一样，就是说你讲几国演义吧，但是问题在于呢，中国和朝鲜的关系变化到今天，到底还是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样的关系，也很难说。这即便是小兄弟听不听使唤。也很难说，即便不听使唤，有这个小兄弟在也很重要。有时候很难说呀，这个队友的问题很重要。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直播间。注意。国家的态度，民间的方法。国家的态度是明确的，是反对萨德系统的。民间采用各种各样的抵制的方法，有点幼稚的爱国主义，这不是国家具体策划的，啊，这是一个宣泄民间情绪。我觉得一是宣泄民间情绪，二是中国也表达一下自己在这个事情上的无可奈何的愤怒。这个是说明了中国现在对韩国政局的一个控制能力的下降，就是因为这个女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朴什么？朴槿惠。哎，朴槿惠下来，本来应该这个中国觉得韩国应该抵制美国，因为这个是提了很久了，不是现在的。之前韩国的政局是不让美国进来的，所以现在你让他进来，中国就有点不高兴。理论上谁都知道，他主权国家，他要放一个什么武器，你是不能干涉人家的。对不对？就好像我们在福建放一个无论什么东西，别的国家是不能干涉，这个道理都讲得通。但是我们还是觉得你这个是错误的，你这个是在重蹈冷战，这特别危险的是重现冷战的一个格局，这个是叫人担忧。冷战格局，最近这个朋友圈有人又把当年肯尼迪总统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的一个讲话拿出来，那意思就是说肯尼迪总统有情操，对吧？就是说肯尼迪总统呢政治正确嘛，就是说当时苏联把这个导弹布置到美国的家门口，布置到这个古巴，引起当年险些引发这个核大战嘛，是惊心动魄多少天嘛。说当时肯尼迪发表的这个讲话里也是讲到，就是说国与国的矛盾，但是不代表呢我们这个人民之间要这个仇恨，对吧？就是说甚至这肯尼迪在那个演讲里就说苏联也有他伟大的地方，他们的这个在这个卫国战争当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牺牲了那么多的这个人啊，也是对这个有贡献。然后就等于说呀，咱们这个导弹危机是国与国之间的问题，但是呢这个古巴的人民，哎，这其实就像是咱们党也经常这么说嘛，人民是好的，对吧？就像当年抗日战争也是说日本军国主义，他煽动日本人民，是吧？回到那件事情，现在功劳都算在肯尼迪的身上。其实在我看来，功劳很大的赫鲁晓夫，你看肯尼迪当时是跟他下了禁令的，就是说你的军舰再开过来，我们就是战争。先眨眼的军舰退回去的是赫鲁晓夫，是赫鲁晓夫，避免了世界大战的是赫鲁晓夫，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所以我中国这个事情啊，都要联系起来看的。其实最吓人的一件事情是 Trump 在就任之前呢，说要改变这个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他一提出要改变台湾的一个中国的政策的时候，中国很多我知道智囊团也好，民间也好，知识分子也好，沙盘推演啊，
就是说中国假如说他美国他要真改变的话，你中国有什么对策？有多少人？比方马云跑去做生意啊，贸易战，但是你看有什么硬的东西？川普他一上来就开始寻找中国的软肋，这个是很明显的。那台湾问题是当中一个软肋，而且呢，最重要的一个软肋。而且呢，他这个东西他的升级不是他一步到位，说我今天就让你台湾怎么了，我就在台湾建大使馆了。他是一步一步的事情在跟你升级，接个电话啦，然后在那边他就说了嘛，可能要派出一些人去防卫，就是可能是当兵的要去防卫他们的这个什么美台关系处啊等等守那个驻台办事处。哎，那还有说了，那我要在台湾部署萨德，那怎么办呢？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说，那就中国绝对不能接受了。中国这个朝鲜的事情已经搞了这么久了，就是一步一步看到现在呢，中国也确实挺被动。但是有意思的是，川普啊，这个川普到现在对这件事情其实还没有表态。这个川普政权要怎么解决他的问题？这个也有人说了，朝鲜的问题也是川普的政权最紧要的一个核危机。我这你接触，比如说国际政治这方面分信息比较多啊。你比如说，我要就问一个，你看萨德现在是不是肯定是要在韩国装？进来了，已经进来了，已经搬进来了，肯定是要装了嘛，对吧？对。那真装起来了，中国怎么办？你也不能打他。然后中国现在的最大的还有一个就是制裁别人的这个手段，就是经济制裁嘛，经常是这样的。那中国游客是一个比较就是制裁的这个利器，你可以看到就很明显，从韩国开始宣布要这个部署萨德，这个游客哗就往下降。他很多办法，他让你这个公务团不要去啦，让你要去增加航班他不让你停啊等等，这个办法。台湾也是，那个就是蔡英文他有一些这个言论以后，夸这个就是他这个速度下来。中国游客现在是中国对外制裁一个利器，还有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所以你看，中国的这个军队，中国游客也是一支中国军队啊，是吧？对，还有一个就是你看，就那个今天两会嘛，王毅外长不是在那讲嘛，他就我们奖赏菲律宾了，现在。说菲律宾在跟美国的问题上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啊，说我们现在要跟他去搞这个就是铁路建设了，因为他们啊跟我们现在好。可是我们凤凰卫视的记者这个李淼在日本他就有个报道啊，这个菲律宾总统这个杜特尔特去日本见安倍亲口说了，我去别的国家其实就指中国嘛，主要是为了经济利益，当时机到来的时候啊，菲律宾会站在日本的一边。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那个菲律宾总统来北京的时候，中方态度也不是非常热烈，但是能缓则缓，你明白吗？因为你已经到处有危机了，所以南海的问题，这个总统虽然知道他是贪钱，但是能缓则缓，能把南海的一个时间先缓一下去。对，我觉得萨德的事情呢，虽然不能逆转，但是中国的抗议使得美国跟日本跟韩国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欠了中国的一个什么东西。所以在接下来的关于朝鲜的整体谈判上，这个就是一个筹码。他这个你看啊，我看到有的这个微公号这个分析啊，就是说就像咱们说啊，有些人呢，比如说我要是把一件事情的结果来分析徐老师20年前开始的我们的交往，我也可以把徐老师说成是一个如此深谋远虑的人，从20年前就憋着害我，然后阴谋布局，太聪明了。但是我有时候也觉得历史有的时候是不是这么回事，就大家都有没有那么聪明。比如说啊，现在就有些人就说你看出来吗，这个本质上啊，就说英美这些老牌帝国主义这阴谋啊太深谋远虑了，就是说啊，我们只注意到西方的这个机器文明，就是他们，你没想到，就是说西方这种文化呀，他们是从小就会琢磨一个机器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过去注意到飞机大炮是他们发明的战争机器，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在他们的政治文化当中、谋略当中啊，有一种就是预埋政治机器。比如说，在他看来，钓鱼岛问题就是当年二战后美国埋下的一个政治机器，就是说日本有治权，但是主权呢悬空，先不提。这包括台湾问题，最后为什么表态支持台湾，就是你不能打到台湾来，对吧？好，这就是给你埋伏好了一个战争机器，甚至包括这个南北韩，就是朝鲜和韩国的问题，朝鲜半岛问题，这是在几十年前他布局的，就是给你打这么一个钉子，现在这个机器就弄得你左右为难。说的对，说的对，然后需要他来介入。钓鱼岛的问题是美国亚洲政策里边最成功的一条。他有很多失败，朝鲜他有很多失败，他台湾他也失败，很多越南他最大的失败，但是钓鱼岛是非常成功。这个成功等于什么？等于当年英国从印度走的时候
把印度跟巴基斯坦根据宗教分开。对，从此巴基斯坦跟印度就是敌人，现在从此中日就是敌人，这个是他的那个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他一直是有这样的谋略的。但是有的时候你像我看一个书讲划分非洲，非洲今天造成的这么大的种族各方部落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很大程度上也是跟当时的帝国主义，对，但没划好，他们是没去非洲，他不太了解那儿的地理，就什么划划直线，这是这国那是那国，他也未必当时真的是。还有非常划得不好的就是中东，就伊拉克那些地方。丘吉尔有一个那个名言嘛，说我在一个星期四的下午，我制造了约旦，他就是喝酒喝多了，画了一条线，就对，打了一个嗝，就把约旦。所以就是若有意若无意，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而且你看我这儿有个文章的标题还要叫什么，就是说中国这个抵制这个韩国呀，就是说这个如果中国人不去韩国旅游，韩国损失到底有多大，就是说看看咱们这个游客大军能给他打击到什么程度。但是这韩国这两天他们有人发了说欢迎来到韩国，一个没有吵闹中国人的韩国。不，还有一个后来我就问我们就有朋友就在那边的嘛，我说那韩国有没有反制措施，对吧，你有没有抵制中国，他说可是韩国人也不买这个 Made in China， 没的很少，他有极个别的情况有一些这个抵制，但他没有什么手段了。比较悲催的就是这个韩星了，是吧？哎，但是我是说啊，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咱们你看我就孤陋寡闻，我就不知道这个国际政治的斗争手段，比方说你说像这个他们说这个局势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时机啊转瞬即逝，这是波诡云谲。比方说曾经有一个时候咱们感觉哎这个朴槿惠到北京站在天安门城楼站在习主席身边，那个时候蜜月期啊，对，感觉一切似乎像在一个幻觉，一个中国我们都希望美好的生活经济发展经济力量的对比的改变可以改变冷战造成的或者二战造成的这个大的格局，现在看来这是太美好的一个愿望了。紧要关头一来啊，那些都是水，石头是不变的啊，水涨潮的时候石头看不见了啊，大家一片和平了，一旦出了事情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韩国他一定站在美国这一边，没办法的。而且就是甚至于就是讲这种阴谋论呢、啊、就是这种所谓霸权的操控力啊，我一直觉得不知道这是神话还是说是真的，因为比如说我在日本，我就听见在日本的话，你比如说小木李小木他就会讲啊，你就很难想象，他说实际上美国一直控制着日本，他说具体到什么，他说具体到他有很多这种特务情报机构啊、说你哪个议员你要是敢那对美国不利，光机就爆出你个什么丑闻来，就包括韩国也是有一个什么美国的有关的一个什么委员会，就是你比如说你这企业就韩国这个企业哈，要是对这个美国的这个政治政策不利的话啊，光机可能你这企业就会爆出贪腐案呐、什么被查呀，这些信息都是谁爆出来的，就是他们掌握着这些情报。在世界各国的很多国家的首都，美国大使馆都是一个非常显要的一个地理位置，在市中心，而它实际上的政治作用就像它的地理位置一样的显著。中国为什么伤心呢？就是因为中国一度以为中国在韩国也有这样大的影响了，可是现在看来这个、就是、技术手段跟不上，很多时候你看不是新有那个新闻说中情局通过三星电视去监控吗？对，你买一台这个三星的这个电视机上面不是有那个摄像头，就我们家就有。对，你看三星，只要看着他就在看你，那美国人就在看你。那你可能会议室里面你装那个，因为他可以去联网。你关了电视了，他还在看你。他还在看你。那个拍的都是床啊。对对。什么东西？都是床。沙发。我都是躺床上看电视。我都躺床上看电视啊。我还有一个，刚才你讲到那个霸权啊帝国，就我最近有个想法，其实我们过去看到全世界有很多大的这个帝国的兴起啊和这个没落等等，最近我在想这个全球化它其实就是一个帝国，改变不了。但这个全球化的帝国你看啊，就是咱们这么说，全球化帝国跟以前说的帝国不太一样，是过去的帝国它都有个君主，有一个意志在那里，我要怎么样。全球化的帝国是没有人掌控的，你看全球化以前输出的最多是这个美国的东西，美国的这个价值观，美国产品，但美国现在反全球化，中国现在要倡导全球化，但你能不能跟上它，中国也是国家利益，对，全球化帝国是没有人控制的这么一个帝国，以后会怎么样真的不知道。美国的你刚才讲的那些东西其实是美国继承了英